地藏菩萨本愿经，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起手本然净心地，无尽佛萨大慈尊，南方世界永香云，香与花云即花语，宝与宝云无数种，为祥为瑞变庄严。天人问佛是何因，佛言地藏菩萨智。三世如来同赞叹，十方菩萨共皈依。我今素植善因缘，称扬地藏真功德。慈因积善，示救众生，手中金锡震开地狱之门，掌上明珠光射大千世界。智慧因理吉祥云中，为阎浮提苦众生，做大正明功德主。大悲大愿大圣大慈，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愿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愿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愿地藏菩萨摩诃萨。菩萨本愿尽天上，照离天宫神通遍地，如是我闻已是我在道理，为母说法而是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即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以无著而示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智家护刚强众生，诸佛要化各千世，闻讯是真实是如来满笑，黄百千万亿大光明，所谓大圆满光明，大慈悲光明因，大智慧光明大破雷光明因，大善美光明大吉祥光明因，大福德光明大功德光明，大皈依光明因，大赞叹光明，黄如是等不可说光明因，就是种种微妙智，所谓堪波罗蜜、是波罗蜜因、赞帝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因、赞波罗蜜、波罗蜜、波罗蜜因、慈悲因、悉数解脱因、无漏因、智慧因、大智慧、狮子佛因、大狮子佛因、雷因、大因、雷因、诸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沙婆世界及他幻佛，有量一天龙鬼以及大道立天佛，所谓是天王天道立天西炎魔多帅特天化罗天他化自在幻众天幻古天大幻天照光无量光天光明烧尽天无量尽天遍尽天不生无碍天光佛无相天无幻天无乐天善见天三现天所究竟天摩悉娑罗天乃至回向回回向主一切天中龙中鬼神等即来即为忽悠他幻佛即沙婆世界海神将河神书神三神地传作神庙家神周神一神空神天阴司神草木神如是等神即来即忽悠他幻佛土即沙婆世界诸大鬼所谓阿姆鬼胆怯鬼王胆惊气鬼胆太乱鬼王心病鬼王所度鬼慈心鬼王狐狸鬼大爱心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何时释迦牟尼高问世十里花王之菩萨摩诃
如观是一切诸佛菩萨，齐天龙鬼神持世皆他时，持国土大国土如是金丹西道道立天都，如此是佛闻，此是离佛国，是真如意我身离清净色度，不能够不高闻此事，无为佛应还故，有不清是此皆是地藏菩萨救应起，一度当度为度，一成就当成就为成就，闻此事离佛国，是真无疑过去久久成根，真无碍之闻佛说，即当心所教过生天龙八部即未来是诸众生等，随闻如来真实之彼外依佛说是顶头，为明心方为愿时，光速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者何行彼佛，何能成就普世一时，佛告闻世时，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刀马之为善事为真，一无一失则一恒，一恒得萨一萨一界，一界之内一乘一界，一界之内所即成，尽通为界，地藏菩萨真实地果为一，千倍多以上以佛光地藏菩萨在上地智菩提，闻是时离是菩萨为生死，不可思议多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闻是菩萨名，佛赞叹后赞礼，佛称名后恭，乃至才华过路书记行，十人当多百万生一三四三，永不多大闻是时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以过去久远不可舍不可舍弃，身为大藏得知，时时有佛号，时时闻心即度万行路，时藏诸事今后相报，先不庄严言闻彼，作何恒言而得此，时时时闻心即度万行路，高藏诸真一正实身，当尽久远度一切受苦众生，闻是时离是藏得知，听话言言我仅仅未来及，不可及为是最苦六道中，黄手黄边金灵邪，而我自身黄正佛道，一世一彼佛见第四道，一尽百千万那由他不可舍解，三位菩萨有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世世有好业皆化天自在王如来，彼佛说明是百千万亿阿僧祇劫，香花之中有一波罗文，似乎身后动作行，心诸作我诸天为，其目心皆常心上，时时生你光受光，前有其目临身真见，而此你为前生心，不救命中浑身多在无间地，是破罗门你诸目在此，不信因果即当随，彼生恶其随卖家，光修强化即度功，一线佛他是大信奉，天界化天自在万古，其心相在一时中，俗化为龙锻炼彼，是破罗门你占立尊，别生尽量是自怜，佛命大结局一切之，若在此时我目时，常来闻罗彼此此，是破罗门你推伎俩，三年独来无闻空众生，其作神你无自彼爱，无尽是怒目自起处，婆罗门你何尝相空，而可空也是我身，凡我有你我只是目已，昨夜一念无是佛，诸目神皆是空中有情，再报你也我是如舍占地，过去皆化天自在万物，见如一目别一常心众生子，不来告示婆罗门，闻此生意即生子，不知这皆生左右不识，两修方式而不空，愿我实名实说我目神，我今身心将是不知，世界化天自在万物，高僧你也如供养，三照还手端坐是为无自理，其当祖母说圣曲，是婆罗门你心地佛，其归其所依一母，传作连接化天自在万物，今日的一夜护天之身到一百，其水永归多至无数，今后铁身归作怀，
海上东西出处，天之然之理然，百千万世诸魔海，别是恶兽真气势，有天烈杀西行国，佛多是多言多是多脱口牙外出，敌人如天气出罪，此今恶兽不知果，解脱之相救其心魂，不敢救世是婆罗门，一念佛离苦自然无，有一鬼王名也无，其所来亦不胜你，三在菩萨何缘来，是婆罗门你问鬼王，是时何时无度的，是时大地为山西面第一种，神你问灭我问铁为止，地狱台中是事实，无度大也是有地，神你问灭我经营我多道义，无度大也多会为止，其实也地会是儿子，从不能到神你有，是谁佛言我慢用，都是罪人记忆我，无度大业只是言不敌造我众生，今世之作今世是救人，无人即是为主公，九八不然生死有无生，当即分裂所干地，自然先度之，海东十万有心，悠悠以来其苦悲，彼海之中悠悠以其苦不悲，三里偶因之受造，风貌以来其主持，神你有问鬼王无土，第一何在无度在，三海之内是大地，其实百千古古刹，所谓大者即肉食，只有五百苦度无，只有千百亿无量，神你有问大鬼王，我母时来为救苦，浑身当自苦，鬼王问神你，菩萨之母在身西后行礼，神你大爷我母前，即会三宝守护战士，心有苦尽是罪之天，鬼之神之无度闻，菩萨之母前是何，神你大爷我护王，即婆罗门中不好是罗神，母好也比例，无度我大其菩萨，愿胜作千万分，无知有一别人也比你对你生天理，仅仅三日因真孝顺子，为母所共修，不是解瓦定自在王如来堂，巍巍菩萨子，多多第一因是无见罪，持日悉多舍，即通神即归王云，何当我退婆罗门，寻日蒙归无智时，便利解瓦定自在王如来他相子，以后誓言言我今未来，因有对不懂，王说方便是令学，佛告问世时，是鬼王无度，唐今才说菩萨时，佛论论你则即地藏菩萨时，浑身即为病敌，何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一，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时，所有地狱诸浑身地藏菩萨，即来即在道立天，一如来神离苦，各一方面一诸多些多同一道数，一个有千万亿那有大数，同此相化来供养，彼此同来等，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此众生九愿解，流浪生死六道愁，三无休息于地藏菩萨广大智，生死缘故各不各，即知道理心外用，瞻仰如来目不转，而是是真实净受，莫拜千万亿不可思，不可一，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时，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何者是言无依无著，教化如是刚将中，临心调无色色鬼，只有一有三不喜，无一浑身见白，光说方便或有理，闻其心说或有善，心前成就或有安顿，九化还归或有因，不生尽量都是懂，众生各个差别，浑身独多或见难子，或见逆人生，或见天龙生，或见神鬼，或见三年传年何时千金的记忆，其皆独特或见天地，或见幻王生，或见专论王，或见即时生，或见国王，或见在无生，或见观世，或见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乃至声闻罗汉毗湿婆菩萨等身，而以华度为丹佛身度现其
如观无类皆心故独特，如是等难化当将罪不重，其又未调伏谁也报应多作，所大苦事如当一念无在道理天临清福之临沙破石知弥勒世事已终身悉受解脱，用力诸苦亦破手而是知世界浑身地藏苦功夫一心体内爱佛起佛言我从九念起功夫皆因是不可思议神即大智慧我所浑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石每一世皆化百千万里身每一生徒百千万里人因贵金三法用力损失此内盘罗丹一佛法所谓三世一貌一体一沙一尘佛号法佛见土陀是佛大为言是真不以后是后也众生为如是三佛佛为言是真不以后是后也众生为二是佛三地藏菩萨三灾三灾无助如是如能成就救愿解花红十愿光度将即成菩提观众生也愿并第三二是佛母摩耶佛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三座愿护众早夜擦别说说好其实因何地藏大千万世界难寂寞佛有第一佛无敌佛有你人佛无你人佛有佛法佛无佛乃至声闻彼此佛亦复如回丹第一最报矣摩耶夫人从佛菩萨皆言闻一言无最报所感如是地藏大言声无为言听我是说此佛母观言圣则是而是地藏菩萨不圣母难念菩提最报名如是若有种不孝父母或自杀当作无见地千万一切修持无期若有同生出或生违反三宝不敬准一当多以无见地千万一切修持无期若有同生敬准常住天无生你或戒断自心引力或杀或退如是等非当作无见地千万一切修持无期若有同生为作杀心为沙门破用常住其光辉为被解种种杂我如是等当作无见地千万一切修持无期若有众生破戒常住财无不迷因是亦无乃至亦无不一起当作无见地千万一切修持无期地藏佛曰善目若有众生作诸是罪当作无见地修暂定苦依念苦得摩耶夫人从佛地藏菩萨因我名为无见地地藏佛曰善目诸有地在大地为三智其大地亦有一世法所持有五百名号果持有千百名智矣无见一者即成作大八万亿即成尊地高一万成上佛即少有空随意成中诸意想名号果别度有意名列无见其作大观法讲一将高一千其实铁为上后者下后车上铁色铁果土我出自一将子东西欧洲一众有双遍满万里一人所此间其身遍莫满千万人所在一个之间身满床终于所犯或报复有诸罪人被摄中千八也杀鸡一偶佛牙如剑烟如电所护同抓脱业罪忽悠也杀之大铁重罪人生或重苦佛重苦被抛空粉佛是床上忽悠铁但罪人莫忽悠铁手教罪人尽拜世界膝下长天发射梗手上手单样动管可多地产生万事情欲干如是动静矣修持无戒世界坏事即生他戒他戒此转机他换他换坏转境转机世界成观复偶来无见罪其实如是有无事也干故称无见佛正位一至日夜所一至见是无事见解故称无见而正一人矣多人以满故称无三座罪其他方因舍当对摩具藏佛陀护堂铁王铁僧铁力铁僧果罗娑多铁角僧即春铁王勾引铁子从念尽之处那有他处处相连更无见故称无见是则不闻难自明
江湖一地道有鬼，火龙火神火正鬼，水星也看西风水，不成无见无色若作死，从此如是之拜神，一日一夜万事万，修一人间三智慧，此为夜金黄特色，一次怜悯孤证无，地藏菩萨发圣母，无间第一出色如，如放所第一追记等，即住苦时一戒子，求说菩提摩耶菩，闻你所有和尚，定你恶罪，言不众生一看病敌视，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佛陀，是真我身佛如来为圣意，遍拜千万亿神，闻是神心就怕一切业报种，若为如来大智力，即不能作如是变，我今有蒙佛无知之阿逸多成佛矣，六道众生千令度，唯然是真言不由，而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心是无定恶习劫，三习劫果为善鬼，诸经恶生论转无道，常无休息东尽成劫，迷惑障难如意游，将是长留多路等，有福早往一世等，无当有人如即必是亡，每皆总是光度罪，无复合理说是已，会中有一菩萨摩诃，临近自在王怪佛，是真地藏菩萨悲切矣，佛法火焰金蒙世间阴性长，唯愿是真第二者，二是时真高天自在王菩萨，提天地天三世莲，不当为如闻悲切，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守，而是有不好一切是成就如来，因功成便知命行之，三世时间皆无常，要以丈夫天人是佛时，其佛说明六文，为出家时为效果，第一令过万为，同心十三道一种，其令过内所有人，多道种而恶万矣，广说方便一万观，朝生菩萨当度时，临时无疑一万观，若普贤度罪苦临时安，多知菩提我终未愿成，佛告定自在万古，一万华严朝生佛，即一切自生就如来，一万华严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说其地藏菩萨，不以过去无量阿僧祇，有佛此时明清净莲花目睹，其佛说明是世界香花之中有一朵，佛出众生因自教，于一女人之夜观，说是供养罗汉文，于烟佛等观目待，我以目望此时，知乎就怕为之我目神，可惜罗汉名字未入定，见观目尼目多待我，说即大哭罗汉文观目，如母在身作后行，今在我即说即大，观目大言我目所，为何是但一辈子，说是一辈都是其，佛刹佛子之尽时，及其名数千万古，尊者是名如后海，罗汉名字为作皇，千光母言如果之生莲清净莲花目睹，金树花心香春乱果，光目闻离即受手，寻花佛香我供养，不共心心别气斩，不以夜佛梦见佛身金作皇，如须弥山光大光，而高光目睹目不就当圣母，才接几行几当眼，其后家内悲圣意，为卖三日阿难言，其手非其高一广，神师也言过报此，我是如母就是安，慈悲如来的多大地，蒙着狐狸黄多手，为下天人又不断，所念十三更落我，如有何其令无托，光目闻说之母无地，更也非地恶非非，其实我母何之本，作何行业多疑惑，别自大愿以杀害回马而夜守，若非蒙古就罢我，一时也不为和谐，光目闻言第一罪，其实因何别自大，罪故只是不认成，百千岁中诸过人，光目闻一体内好，而不空皆言我主，永脱第一必是善，更无种罪及利恶，十方之佛是爱灵，听我为母说话光大事，若多无母用力善，即是下贱乃是逆人子，用罪不守，言我之尽者，非清净莲花母如来想，且何百千万亿劫，
因有世界所有地，即三恶大慈悲故种，十愿九八零地第一王，出生恶鬼等都是最报等，等今生佛亲无量佛万圣真，八十愿地即闻清净莲花目睹，好告示夜光目如大神，三能为母妈如是大，不管如母是善水，所持宝一生未还，所念百岁过世宝，当生无有果，说命不过急，佛生佛国光度人，十日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二十罗汉佛土光母者，即无尽力菩萨，光母母者即解脱菩萨，光母尼者即地藏菩萨，过去九愿界，如是持名化恒河沙，光度众生未来世，若有难知你，不信三者信我，乃是不信因果，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诽谤大神，如是诸业种，彼得恶趣多一善知，千年一探知，皈依地藏菩萨，十诸众生即得解三恶道。若能自信归心即三力者，香花一壶种种者，何不饮食如是奉食，未来百千万亿劫，常在诸天说圣妙，若天不见下圣人，有百千劫常未抵，方能一宿迷因果本，今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广利众生如等诸菩萨当济世，广贤六菩提自在王快活，是真言不有，我当千万亿菩萨摩诃，必能成不畏，广严十尽一言菩提利益种，今自在王菩萨不是真，何当恭敬作礼有，何时十望天，即从坐即何当恭敬快活，是真地藏菩萨以九愿解，花如是大愿因我诸今有度为，恒花光大神，唯愿世尊为我等，我告世间，三灾三灾无尽为如即为来现，天人中，王力以故说地藏菩萨以杀菩萨，阎浮提内生死道，慈爱九法度脱一切罪苦种，方便持持十天王，回来时真言要义，佛告四天，地藏菩萨九愿解，其诸已经度脱种，又为彼愿持名持持罪苦种，不管未来无量劫，因满普断一世苦，有法种言如是佛，一刹佛世界阎浮提，百千万亿方便阿惟陀，十天王地藏菩萨若一刹神，说素养断语，若一切道所说贫穷菩萨，若一切影所说切割艳阳，若一恶果所说见识多种，若一慧榜所说无所常果报，若一成慧所说娑罗浪藏，若一现影所说所修慧眼报，若一饮食无毒所即可业品，若一天的自性所说金光上面报，若一分父母所说天地在少，若一少三令母所狂迷气死报，若一前后父母恶毒所幻身变大现手，若一王不胜主所骨肉分离，若一回放善宝所朦胧应雅宝，若一心花幻角所用出恶道，若一不用唱主所以皆轮回地狱宝，若一无患无损所用在畜生，若一唐佛占座上神所轮回地藏，若一佛界幻财所行所计而报，回力回勇所所就切结，若一无恶共高所别时下天，若一两所斗乱所无所怪手，若一邪见所所遍地所生，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过矣，何悉皆过百千法，今出列说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亦干察，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十诸众生先说如是等，何作第一恭敬解，无有出即是故如等不忍故，无令数字众业迷惑种，十片王文以及列表，何当恶罪地藏菩萨本愿尽天上。地藏菩萨本愿尽前中地兵阿兵地，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佛地藏菩萨，人作言为天龙师，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所杀佛世界即阎浮提罪苦种，
左手保持地平，极右抱枕，是未来是魔化种，只是国宝地藏台，忍着我今生不为，极大师慈力列说地平，极对宝保持，忍着阴不地东方有，好夜即为西山黑水，无日夜光有大地，好气无间悠悠地，明大地忽悠地，明烈释迦忽悠地，明烈回答忽悠地，明烈火天忽悠地，明烈迦山忽悠地，明烈铜墙忽悠地，明烈铁车忽悠地，明烈铁窗忽悠地，明烈铁牛忽悠地，明烈铁衣忽悠地，明烈前人忽悠地，明烈铁力忽悠地，明烈阳光忽悠地，明烈法师忽悠地，明烈莲花忽悠地，明烈根沙忽悠地，明烈措沙忽悠地，明烈沙迦忽悠地，明烈丹田忽悠地，明烈铁腕忽悠地，明烈真人忽悠地，明烈铁乌忽悠地，明烈多生地藏佛，忍者地位十年犹如是等地，其实无限根有交换地，八色地分妙地，同色地佛像地，佛果地佛马地，佛鸟地佛善地，佛事地佛创地，佛量地佛应地，居亚地佛毗地，云舍地烧色地，烧教地烧次地，佛悟地皆悟地，佛浪地如是等地，其中各个无有诸小地，佛一佛佛三佛，乃至百千其中名，各个不同地藏菩萨，高普贤菩萨，忍者智者皆是难念菩提心二种，一干都是业力神，能解其迷，能胜己，能障生道出故种，魔心小我以为无罪，此后有八千二者，不知自心其六功，从难相逢无更待，我今存我为地雷所地最报纸，唯愿人格暂定时，普贤大言无意就知善恶道，王人则舍令我是梦化一切恶心中，文人则舍是令鬼地藏佛言人则第一罪，其实如是佛有地，其罪人舍舍六根，佛有地其罪人心，也差之之又有地，佛堂身为诸罪人，佛有地是造童，是罪人报佛有地，是之佛造成即罪，佛有地一相本，佛有地无限本，佛有地成为第一，佛有地多转多向，佛有地为壮雄，佛有地单少手，佛有地攀教铁手，佛有地七字铁，佛有地金甲铁，人者都是等，各个一种有百千种一道子，无为是同是铁是是是或是是种，中业心甘露光说地对，等是一一一种更有百千种苦，何况多于我今生不为，即人者闻列说地，罗光解说穷界苦尽，如来赞叹遍地，何时时真即身荒大广，百千万里恒河沙等诸恶事，诸大云深覆高诸恶事，一切诸菩萨摩诃，具天龙鬼神等慧人，天无尽的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一世王世界见大不可思议为生慈悲子，救护一切罪苦子，无灭诸佛如等诸菩萨达，具天龙鬼神等光作王，维护世间令一切众生正灭凡，所思一一会中有一菩萨，明烈普光无障功，而把佛言尽见时真，赞叹地藏菩萨，
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是真为未来是魔化种，前首地藏菩萨第一人天因果种，十字天龙法即未来是众生电色果，我是世尊高普光菩萨即是种，地尽地尽无当为如来说，地藏菩萨第一人天不可思，普光佛言未来是言要一文佛高普光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埵，和合掌者赞叹，陀利多念母，十人超越三世界罪，不光若有善男子善女，佛才华形象佛出世教，金银铜铁做自古，一战一力则十人百万生于三世上，永不多疑恶道，假日天不久，下生人间有为国，不是他的左右你，愿你人生尽心功，地藏菩萨化即土石交其通体等，如是如是故，常以花香饮食衣物等台狂妄宣法五等供养十善你，坚持一报你，百千万劫更不生有你认识，何况菩萨是为此愿你，要说你身独特种，诚实供养地藏你，皆共得礼拜千万劫，恭说你身菩萨佛，若有你人言是佛，多疾病者当于地藏想，实性藏于实性子，十人千万劫，说说生生相貌样，是错若你人如不愿你，即拜千万里神，常为王你乃即王为在，大心大藏者你端正手，诸相圆满真实性，三地地藏菩萨护护等，不知不光都有善男子善女，能对菩萨讲，做自己也即够用神，香花供养乃至千里，多人都是等，现在是同即未来是常多百千鬼神日夜为不临恶事则问起，何况今世子，不知不光未来时，若有恶人即恶神和鬼见，善男之善女，鬼精供养赞叹赞礼地藏菩萨行，佛往生即为方悟空，其力已是佛如此，佛变面为佛千人空，佛一人为佛得人，乃至一人生即为者，如是之人现皆千佛灭度即为者，常在阿鼻地，所记中最故事间，黄色乌龟有金钱，菩萨出身有金钱，黄多人生中色人，贫穷下贱诸根不具，都被佛爷来接济，不救世间不作恶，是故不狂即为他人供，三恶十八佛光必生恶见鬼，佛知不狂的未来，有难子你人就是痛，求生求死了不可，佛爷梦乌龟乃计价，佛有仙道佛多言，功归神游日夜水，凡夫王在命中久，三气苦乐者世界是一大轮，未尽尽中后难损，何不得一难逆俗，不变时时担当对诸佛菩萨想，高僧传度是敬意，何惧病人可爱者，何以无报悲庄严者，对病人见高僧常，我莫家等为是病，对尽相见说自懂，佛供养金香佛道佛菩萨行，佛造他是佛难有，佛是常住如是三宝品，千年文字加连诸事混，知其行者乃至一日二三日四日知其日矣，高僧佛高僧土十人民众子，俗养同罪足以无无见，用得学得做作神，常住庶民佛光善男之善女，诸事此经佛教人，佛住诸法菩萨行，乃至小人说话说说佛，比佛大力是不苦，若见有人读诵时，乃至一人赞叹时，佛共尽得如其拜见法，前世等人亲近我，能多未来现在千万，不可思议功，不是不光的未来，诸众生等佛梦佛，天主鬼心乃嫉妒，佛悲佛体佛受佛，
佛光佛菩萨皆是一生十善百善千善菩提父母男女弟妹菩提者大于我地为咒诅无出希望不离久当告诉世故十座黄天念地王无帮助一生前世前世临退出我菩萨相前自信自度自尽佛心人多其数三佛系便都是恶道见今生彼世便舍当作解脱乃至梦寐子永不古见乎自古如未来世有诸下见本佛如何非乃诸事不自有子皆诸诸位要忏悔自心忏悔提到菩萨行乃至一切子念菩萨名可满文如是等人今自保千万生从常信中更不见善恶道不知不更如未来世念菩提内萨利婆罗门藏即是一切人即一心动自由心禅佛然佛尼其日子早已途中此不思议经更为念菩萨名可满观自信生子佛然佛所有养宝变得邪安乐一样寿命成若是生不成三正安乐即一手不知不光的未来是东生于一日八日四十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日十字如等诸罪劫贫气心中难言不地中即至冬年无不死无不死罪何况此心杀害切盗窃妄以百千罪状能一时四载对佛菩萨诸先圣讲都是经一边东西人必败有行不知灾难当自己多上左右现在未来拜千岁用力而起能力自在每转一边先是令自己家无自红一是红一是不哭当自地藏菩萨又如此等不可说百千万里大卫神第一次是言不懂一次大事又大意十住同生问菩萨见菩萨将来只问世间三至五或一句一句则现在出妙了未来只是拜见闻常多端正生尊贵何时普光菩萨问破土正阳赞叹地藏菩萨不归和尚不破破此生我就只是大事又如此不可思议神即大事言以为未来中前知利益故问汝为然定受此生当后命子此恶因何有佛告普光此经有神一命地藏本一命地藏本一命地藏本是理愿是菩萨修愿解脱化他众缘利益中是故汝等一愿有不管文理和战功所立而非地充满平地何时地藏菩萨摩诃萨佛陀世间无关誓言互动即心动念无畏时陀佛三地陀对时如意偶缘念念等此等非人如逆影不以众善乾坤间诸不生随多多意志第一前呼号千里是自是有大理不相不知天令道若大平地西生活不在心里书生西有懂同性好天天自护是自众生有如此临命总是护目前以为是护其助前佛前还该其难有佛断土尊经佛供养佛即住生相乃至莲佛菩萨及彼此名字一名一号的人中人偶佛问在本十诸众生所造我及其干果必堕我言是前世未定种修持生因都是懂悉皆消灭多人更为生世子及其人内光照懂能识十诸种用力而起得圣人所生妙乐现在见利益无量是故恶尽对破事具见龙法无量慧能天地缘菩提众生定众子深入上海及造我白起鬼神救助我何以故恶受杀乃至白起无限好子利益亡人担罪罪传至神宗家世来或现在生多或神分承认天中原始灵中必助见朝时偶因一灵是命中扬眉对边欢圣神何刚灵命中财神为生又少神
国际分裂之所获，可能前世更未成。比如有人从怨敌血量三只手护等，强迫百姓不应理，更不少无意识主，政府昆虫是真我观念不懂，但能一足获救，乃至三世阴谋已定，一杀一生不如意，其节子都受死矣。会中有一种名列大便是漳州旧政府挖土死亡先葬走，何等恭敬问地藏菩萨，当时使人念菩提懂，临终之后笑大减，为修空者乃至所在遭众散，使命中人得大利，即是得菩提藏法，当作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种，成佛为利益所实施，当作未来现在度众生，人民众生多闻一佛，一菩萨名一辟支佛，不闻有罪无，其作其作都有难之理，财生不修成，多造众生命众子，见思小大为造福，一切生死其问子，何乃佛以六问空，神作之力一世子，未来现在三难里，闻见自修分困起，无上大贵苦西游，明明有身为自罪，其其日念如是如，不在诸事便论言，身见之后即愿所，为所之间千万种，佛光多于诸恶行，使命众人为堕手，在其其日念念念子，王子古罗坚持一刹狐狸就把故事日岁月手，若是罪人动尽千百岁，无懈可入都是无误点，多大地一千界文，永受众苦苦之等，如是罪业种，民众之后见是苦，为修因在知之也中，为在时间即因在此，敏感察也不记矣，乃至诸事为现佛，不多闲事如有为，既不仅仅是命中，要不得力如仅仅不仅奉献佛身是命中，其文不离是故障，言不众生都能为其福，乃至坚持命中时，所在供养之心情，如是之人称万佛，所是离是道理天，有限万里那由他言不归，其化无量菩提时，他便长着周利后，阎罗王中赞叹遍地，二十天为神，有人归王一言多天，即以道理在道佛，所谓恶度鬼，多恶鬼王大圣鬼，白骨鬼王邪富鬼，慈父鬼王善良鬼，慧身鬼王癫狂鬼，能亚鬼王天念鬼，单车鬼王护士鬼，猪花鬼王猪破鬼，猪食鬼王猪菜鬼，猪食鬼王猪心鬼，猪舍鬼王猪美鬼，猪餐鬼王猪命鬼，猪鸡鬼王猪献鬼，三目鬼王四目鬼，五目鬼王七力士，大七力士王七力叉，大七力叉王阿耨多罗，大阿耨多罗王都是登大鬼，姑姑以北京猪下鬼，金鸡眼菩提国有所，国有所诸是智鬼，一眼多天之称不为，其地藏菩萨摩诃萨，其余道理在一名，何时言如天，富贵和尚佛佛，世尊我等今作一诸鬼王称不为，其地藏菩萨摩诃萨，恒多于此道理道，一时我等不善理，我今有笑矣，敢问世尊为人时，是非先舍佛告言如天，知徒所闻无为如，是是言如天，三地世间即会是地藏菩萨而发佛，世间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百千方便我度最苦种，不是疲倦是大苦，有度是不可思议真痛苦，难住种种不得罪，为救之间有度我，世间是地藏菩萨即有度是不可思议真，因果众生何苦以自生，用心学徒为愿神，为佛解舍佛告阎罗天，难见菩提众生其心刚强难调难，是大菩萨一拜前，佛陀九八如是种，道林学徒是最宝，乃至多大无极菩萨一方便，法师根本也，二千五十四子，只是言不懂，只有习中显示前，老师菩萨究竟见，何作徒陀必如有，名师本家无路线，七仙道中多智也，
醍醐亮之至万寿佛，如是迷人在现道，其一之间即造土，有一之十多即大树，三经十度乃即夜叉诸恶等等，故王迷人一境现何以此言多在人之，为何是故而如此，有何以时能自得，是迷的人忽问时，从此先到即便退，求诸此如是善知，提起解说因此见，免之恶毒之利好，令得安乐而易之，多在迷恋之境矣。无力是大师入主，诸人多知乎圣贤，是迷如人亦甚感，临别之时之事有，若见今此即诸如，若然若你愿立此，多知诸恶伤自心，无力是众之其情，是故地藏菩萨及大慈，九八岁苦种，正人偏中定数秒，十字最终是业种，佛陀处理用不得，如迷如人无路见，以上则是因界定，永不护之奉献他人不见我，此言因是迷故，多谢多见更不苦，若在离间有上名，不解九多路见，佛祖是名如斗罗，地藏菩萨方便你，十令谁说生人天，全流在如昼夜之中，永世第一无退脱，何时恶度鬼，何当封建拜佛，十真我等诸鬼，其实无量在阎浮，佛利益人佛圣海，佛国普通难事一佛十恶见识有见识，多何少三佛人家，佛成一极乐庄严佛，佛有难之名，修曼花三十乃至现一万亿，朝向少花供养佛，即菩萨相互专度神，朝向供养一净土，我等鬼王尽力时，如果其现在未来主，此时小鬼国有大，即土地文变因为无莲而是红，何变红兵乃至不留意，尽力持所等，何况人们或战鬼，三灾三灾如登基一言，能如是永无三难矣，不以高皇王帝时令为无所事矣，会中有一鬼，名曰祖名不佛，是真我本名，是愿无人民生死时，我皆如此在我本，神力利益之事中，不会我为之令生，即不得安何矣，是愿菩提人出生时，不问男女何一生，但作善事成一生，是令土地无量魂，永不知母得大爱，利益前世佛一生，深入沙海其祖先，攻击三母及光击剑，因就是恶果业生，能令子母不得爱，佛以故事灿烂，又是恶鬼及亡两天，一时行邪是恶造林所在土地里，何故子母失灵了，何得利益如是者，艰难如故便落座，他度土地方未少，举起见识也是主，还阳出手诸目前，有言菩提临命中，不闻善恶何以临时命中者，不若恶道何方诸修者，成恶离苦是言菩提心善者，临命中生亦有百千恶道鬼，或变诸父母乃至诸见，因皆亡人颠倒我，何刚分造我，是真如是言菩提男子女，临命中是生死魂，不变善恶乃至阎罗更无见，是诸见识当悉受大恐，专度真经莲佛菩萨典，如是三年能令我，一知恶道诸魔鬼，悉皆退散受真一切种，临命中生都多闻一佛，一菩萨弥佛大圣品，一切一切我观如是遍，除无间杀害者，小小恶为何多恶极，心起邪陀佛告诸命鬼，如大诸葛能化如是宝，一生时中不自重，若未来时中有难之理，自生时时日莫退时愿，中临邪陀永得安，归望本佛，言不由离我必死，念念永不言不动，生死时时俱得安，但念诸众生一生死，心所恶已无佛邪陀佛大力，何时佛告地藏菩萨十大鬼王祝你，一生尽拜天神周大鬼，一生时中永不动，十大时慈悲眼福，千大鬼神是为鬼，且后果一拍气死，唐多成佛好也无相果，其命安乐世界命尽，其佛所命不可及，地藏十大鬼
其实如此不可行，受度人天亦不可行，成何名号平地，何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快活，此生我今为未来众生，愿第一世一生死，得他利益为愿行，贫不所知佛告地藏菩萨，如今一心慈悲救法义，虽不留道种，愿不死一世尽正实，为当初所无纪念，速度到彼时，无依无有，现在未来一切种，地藏菩萨佛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有佛子是毫无边胜如，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赞圣佛，即得超越是世界生死种，佛光殊化形，供养赞叹其人佛无量，有一过去恒河沙，有佛子是毫报尽如，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一叹子，化形过一世人亦无少，永不退转，有一过去有佛子，毫不脱魔圣如，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第一有，世人当得千万生亦留一点，佛光自尽成，有一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有佛子是毫识之佛如，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一念鬼，世人得离无量诸佛魔尽所，有一过去有佛子，毫俱乐生佛都有男子女，闻是佛名自信在，佛无赞叹世人一现皆天魔鬼，为大观王多受造，有一过去有佛子，是毫辟佛事有男子女，闻是佛名永不堕落，长生人天受圣妙，有一过去无量无始恒河沙，有佛子是毫报圣果，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毕竟不堕落，常在天上受圣妙，有一过去有佛子，毫报相如来，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生共品，此人不救到阿罗汉，有一过去无量阿僧祇，有佛子是毫袈裟幢如，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多超一百大劫生死子，有一过去有佛子，好大同三万国，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多世人得离恒河沙，佛光为所化毕成佛，有一过去有净莲，三万佛之神，君民王佛之众久，无上佛妙手，满月佛应有，有如是众佛佛说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若天若人若难者，当念若一佛名，功德无量无旷多，是众生生生世世，此得大利众不得我。若有临命中，家中见此乃至矣，为此病人高僧念一佛，是命中人出无间，于业报等悉得享，是无无间罪随自己，同尽一切了不可。曾是临命中，他人为其曾念佛，一世最终一见相，何况众生之圣子，佛无无量没无量，毗沙菩萨还愿尽点众。地藏菩萨本愿尽尽心，较量不施功德愿并地，何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为神通作耳，富贵和尚快佛，世尊我观你道众生，较量不施有情有种，有一生受苦，有十生受，有百生千生受大护理，这是世因为缘时，为我所知，而是我告地藏菩萨，无尽一道立天，一切众为所缘菩提，不是教功德心中，如当地听无为如是，地藏佛佛我一时时言要一问，我告地藏菩萨，难念菩提有诸果，在乎大乘大藏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若以最下品乃至龙禅引，龙师无目如是风中不忘记，十大国王等亦不识，若能及大慈悲，凡小心所遍布，何事人是乱念为，是国王等所获不义，如不是白恒河沙佛功德子，何以故言是国王，
一时对贫穷的几不完几种花大事，是故乎里有如此百千生中藏多七宝体，何况一时说不知地藏多未来，有知国王之婆罗门，于菩萨是佛佛行，乃至菩萨三万比之佛，供至因般供养菩萨，是国王等当得三界为第十，所生妙罗罗能依之不是故，回向化解十大国王，一世界中常为大梵天，不知地藏多未来，有知国王之婆罗门，一现佛他妙佛之境，回怀婆罗乃能化心修，是国王等佛之引般，不劝他人乃至拜见人，不是地缘是国王，百千生中常为观论王，如是他人通不识，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更能以他妙发挥相信如是国，乃至诸人尽成佛，一是国法无量无边，不知地藏为来世，有知国王及婆罗门，见诸老病及生障苦，若一念见即大慈，不是一要应是我，是令安乐如是乎，对不是一拜戒，常为经济天，而拜戒通常为六一天，毕竟成佛永不得我，乃至百千生而不闻苦声，不知地藏多未来世，有知国王及婆罗门，能作布施，布施无量更能回向，不论多少毕竟成，何况十万转轮时，是故地藏普贤种，当如是邪不是彼，未来世中多善男之善女，一佛法种种造善，毛阿沙城等，所说不离不可为，不知地藏未来世，若有善男之善女，于佛心向菩萨行，彼此佛心向转轮王行，不是供养得无量，常在人天说圣妙，如轮回向化解，世人不离不可为，不知地藏未来世，若有善男之善女，于大圣经典或天文一记忆，华音重新赞叹功，不是供养世人或大国，无量无边多轮回向化，其无不可为，不知地藏多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依佛他是他圣经，行者不是供养站立站等恭敬合掌，若依不得或会坏，修不引力或度化，或劝多人通共化，如是等悲三世生，常为诸小国，凡列之人常为等，凡列三花教化诸小国王，不知地藏未来世，若有善男之善女，依佛法中说众善，或布施供养，或修护他，或壮丽经典，还是阴茂矣，一沙一地如是善，贪能回向观，世人功德百千生，所上妙乐如当回向之家见，或诸神利益如是子，即善生所罗所以多闻，是故地藏不是因，其实如是地生护阿平地时，我是见到地生拜佛，是真我重喜，暂时顶礼无量菩萨摩诃，即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光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一至菩萨是愿神，是真是地藏菩萨一愿菩提，有大因缘如问世不现观力名，一花百千身心度一流，其愿尚有彼，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说法是愿解，如千百亿恒河沙，是真无关为即现在中，一说主持一然方心戒指，一吐是祖母周期感，是中能数啊乃至金印通，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转立赞叹是人体，
其多是众里，何等为是一座土地公，何作家在永安，三作先往生，四作先遵义，五作说修水，六作无水河，七作西号笔，八作杜绝我，九作持路生，十作多一生，十等为来世，即现在东升若能一所主，方便多入是公，多入是理，佛法佛言十等为来世，若有善男之善女，一所主自由自尽，即菩萨向世人滚轮转度尽，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奔身，为护十等乃至随佛道，大恒小恒一切恶，悉皆消灭，佛告天老地，如大神力诸圣少，何以故言无土，西蒙如虎乃至草木沙石，唐马之为古密宝，从地而有皆印度，有唐成阳地藏菩萨第一子，如是功德即一生，百千百亿常问题，若未来世中有善男之善女，供养菩萨即转度时，但以地藏本愿经一时修行，如以本身利而用故，不令一切障碍即不如意，则闻已有佛光明，回甘如诸佛世人，已有十幻境，诸天见识拥护时，何故得如是生天用，皆由但以地藏行，即转度时本愿经，出难必经出离苦，真涅槃乐一世主，得大勇不见闻利益品第十二，二十四正从天门生，黄拜千官立大号响，所谓大号响，大拜号响光，瑞号响光，大瑞号响，一号响光，大一号响，十号响光，大十号响，亲号响光，大亲号响，鼻号响光，大鼻号响，红号响光，大红号响，绿号响光，大绿号响，金号响光，大金号响，青银号响光，大青银号响，乾轮号光，大乾轮号，宝轮号光，大宝轮号，如轮号光，大如轮号，耶轮号光，大耶轮号，宫殿号光，大宫殿号，海印号光，大海印号，一定门上黄都是灯号响光，诸位妙音高诸道，天龙八部人为人等，平无尽乐意道立天，衡阳赞叹地藏菩萨一人天中利益等，不是语朝圣饮食正是地，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是一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名观世音通作我，富贵和三不佛，是真是地藏菩萨摩诃，即大慈悲灵明最苦种，一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所有功德即不是为圣者，我闻是真一时万无量土，一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真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悉供，又不能尽想者有梦时，不告大众已成阳地藏利益等，为人是真为现在未来一切种，成阳地藏不是已，临天龙八部战地佛，佛告观世音菩，如一沙婆时，有大阴天罗天罗，罗兰罗尼罗圣罗，乃至六道最苦种，闻诸名者见诸行，莲目如者赞叹诸，是诸众生亦无上，必不退转长生人，具说妙罗因果讲，于佛所知如尽其大慈，临面众生及天龙八，天无先说地藏菩萨不是一地一子，如当地听无尽所，观世音言为难时，言要以文佛告观世音菩，回来现在诸世界，有天人说天菩，有无帅相，佛有多疑恶道子，若是天人都难着，当现相时佛见地藏菩萨行，佛问地藏菩萨，一战一地十字天，传真天无所大快，
永不得三恶道。何况见闻菩萨一炷香，一不饮食宝毕饮，不是供养生活功德无比无量无边，不是观世音多未来现在出世间，六道众生临命中，得闻地藏菩萨一生离恶根，十住众生永不离三恶道。何况临命中，父母见识将是命中，舍在财物宝毕一无所化地藏心，不是病人为种子，天恶天闻地大天中，将舍在宝毕等为其诸生所化地大菩萨心，世人所是也包括所种病，诚实功德心记住，说明正义世人都是业报名，因有一切罪障业，何多恶趣则诚实功，命中之口即圣人，所生妙乐一切罪，即皆消灭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难之迷，或入不遂，或三岁五岁四岁以前，往事父母乃及往事兄弟间，十人年纪长，十一父母及祖先，不知落在何生何世界生何天，十人都能速化地大菩萨行，乃至文明一战矣，一日之期日莫退出，文明艰辛战力空，十人艰苦加一年，多恶其作即当解，诚实难离兄弟解，速化地藏行，战力功德心即学，生人天中说甚妙，十人今世如有鬼，一生人天说甚妙乐，即诚实功德转生神，所无量多十人根本三气人，一心战力地藏行，言其名字满一万，当作菩萨现无边，居高十人见世神，何以梦中菩萨现大神，亲临十人一住世，见此见世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前，是以前世十人当作菩萨现所在土地鬼神，众生鬼狐现世一世红，无知疾苦难吃红食不入气，何况即生十人毕竟多菩萨莫定手，不是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依法光大师救度一切众生，一修无上菩提，一处离善解，十字人等见地藏行，即闻名则知性归，何以香化仪宝贝饮食供养赞礼是善男女，所愿殊胜永无障，不是观世音的未来有善男子善女，一求现在未来百千万里等，百千万里等凡当国以赞礼供养赞地藏菩萨行，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不厌地藏菩萨及大慈悲永永护，十人一睡梦即得菩萨摩顶所，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以大神经典生世真，花不思议心一度一生，中医名舍教士灵，天多贤王东经典，不能读诵是三难子，有数业障未够求出，不以大神经典，不读诵经如是子，闻地藏菩萨见地藏菩萨相，具一本心恭敬者，更以香花一护饮，一切万机供养菩萨，一净水一沾巾一日饮，安菩萨前难后佛，情如回首香，临入口是自信中，呼随即必生无信酒，邪淫妄欲即诸杀，一切日佛善取，是善男子善女，一睡梦中即见地藏菩萨现无边，一世人持受灌顶，其人梦蝶起火虫，临时经典一利用，即当用机更不忘是一记忆，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智人，一知不足求则快，佛多病疾佛多凶，家在不安见识文山，佛知红事多来无，睡梦之间多有情，如是人等闻地藏，见地藏心自信功，连满万遍十字不如意，渐渐消灭即得安，一世红衣乃至一睡梦，悉皆安乐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佛因自生佛因功，佛因生死佛因起，如善临终过度佛，乃至大水佛尽显，十人先当面地藏菩萨名王，
祖国土地归顺为父亲祖祖我拥抱爱乃至风雨呼浪时一切毒害不能生我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一言菩提有大义若说一诸众生见闻利益等怀见皆众所不能是故观世音度一生六不思金顶沙婆时众生百千万永受安乐二十时何所及无关地藏未成恒河沙皆所人见闻赞利益点利益人天无量罗兰多尼多龙生今年当多慈心皈依大师从门端正处罪少师父母恩爱为师魂身在佛兄弟姐妹记住成长以来皆佛佛祖佛法大师别人站立不站三七如中练起菩萨当先无边慈济见识受生同作无期性质若能不退世事即佛摩顶受生一修无上菩提乃至处理善解十人即化大悲先当站立大慈祥一切诸缘殊胜永无业障能作有人化心念经典一度亲密超彼随力实验不实前途先望作鬼十六夜业障佛一大圣经不能供养地藏异象一佛饮食住完一净水安大师一日一夜求福化因众心胜五心九罗切因既亡三七如内无杀慈心十年大师即一梦中见悟即来变得立本临时尽教理由千万神中用福一时大师不死能使世人获死贫穷众生积极家在雄衰见识随梦之中细苦求得乖微无成慈心站立地藏一切偶是皆祥至于梦中尽得一世红脑圣鬼一路禅林嫉妒独我心所寄我何生何归病楼一切突然诸苦单单站立济公地藏菩萨大师如是禅林大海因是诸佛皆祥观音自心平如地藏无尽不实百千万皆受补光仙大师日数地藏命之人流乃至见相站立香花一呼饮食供养百千寿苗若能一次会化境一尽成佛超生死不观音入等不告恒沙诸佛诸类人天平第十三是尽首有摩地藏菩萨摩诃萨何者是言地藏地如之胜利不可思如之自卑不可思如之智慧不可思如之辩才不可思真是十方诸佛赞叹先说如之不思议千万劫中不能得地藏地藏即如今日在道立天一百千万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子在一人间诸众生回出三界在乎在众子无知一如无边是诸众多无其中一日矣何况更多无无间及阿鼻地同经千万里无有出其地藏十大愿菩提种慈心无定悉有种众马三心悉一集如以我愿念念成一世诸故我闻时百千里花都随即肯何度脱之地藏无尽殷勤一千人不知一路未来者若有天人及善男之善女一佛法从中受成阴谋一千一刹也如意道理用护持兼修无常无令退护持几章未来时若天如人虽夜光若在我其令斗起护持门说狮子种若能人多一佛一菩萨名也记忆大声进天狮子种如意神力方便九方一世人所现无边为摧第一千令生所生妙乐二世时而说其现在未来千人中无尽阴尽护主如一大神通方便度无因都在诸佛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不归和尚不佛十真为愿时不以为利未来时若有善男之善女以后化中一念功
佛一百千方便度脱身，一生时中殊脱险，何况文字三十年练修，自然已无障，永不退身说舍已。会中有一菩萨明悉功章佛果，是真我自知道理闻理如来，赞叹地藏菩萨为生死力，不可思议未来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乃至一切天龙闻此经，及地藏名字或赞力行，得即从菩提为人师，为未来现在一切众，念有所思或告悉空藏菩萨，谛听谛听无障，为如分别说，为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见地藏心相即闻此，乃至土中香化已，一不成八不是空，赞叹赞力得二十八种理，一则天龙菩提，二则三个日正，三则即圣上，四则菩提佛，五则一世弘誓，六则即一佛，七则离水火胎，八则五道劫，九则人间行，十则生贵子，十一则逆转难，十二则为往生，十三则端正相，十四则得胜天上，十五则后为敌，十六则十字病痛，十七则腰袖解痛，十八则坚持恨，十九则诸红熊，二十则一道永住，二十一则七处境，二十二则一梦安，二十三则千万里，二十四则疏忽手，二十五则出生产，二十六则聪明理，二十七则老出病，二十八则必尽成，不出其功丈夫，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问地藏名地地藏，或问地藏本愿时，赞叹赞力得其众矣，一则俗草神，二则无一雄，三则诸佛护，四则菩提普，五则增长本，六则宿命劫，七座必尽从，何时死亡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七大菩萨天龙宝，闻释迦牟尼，怎样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不可思议堪未成，十四道理天衣无量相，天衣足印供养释迦牟尼，一地藏菩萨，一切众会俱护赞，合掌合腿地藏菩萨本愿尽天下。南无大愿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愿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愿地藏菩萨摩诃萨。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